菩提禅院。净土宗与禅宗是中国汉传佛教最大的两个支派，其影响深远，至今不衰。而净土宗在澳门最重要的道场即为菩提禅院，又名菩提园。位于担仔卢连若马路上的禅院是澳门半岛主要的佛教圣地之一，在宗教、文化、教育和弱势团体的服务方面十分尽心，对社会极具贡献。此外，院内也有素食餐厅提供素菜，尤其是以炭火熬煮五小时的明火白粥更是远近驰名，对于吃素的民众而言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地方。